南投世界第一博览会每年举办，拢吸引真侪游客来这林地佚佗。伫咧外人当中，有真侪地美的相关比赛，吸引全国的好手拢来参加。亲像小小泡茶师的比赛，去年冠军是由德山镇的瑞德国小的学生来摕到。这当中，学生是开了真侪时间学习甲练习，嘛曾经前往瑞龙瀑布来举办地色活动，将地道文化带入去生活当中，展现地方的特色地文化。这嘛是学生会当得到冠军的原因之一。三立新闻就带咱做回来了解。假如说他泡着茶。小朋友坐在大自然里面来泡着茶，那跟游客开讲，大家是拢真享受，会当在瀑布边来啉着好茶。因为在学校之后，老师他们可以喝，来这边就会有很多游客可以欣赏我们泡茶，可以喝我们泡出的茶汤，所以觉得来这边泡茶比较好。可以让这些游客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，还可以喝好茶。这是一群来自第三镇瑞德国小的学生，因为学校位置就伫个田园附近，真侪小朋友处理拢是做茶相关产业。学校为着要让学生更加了解家乡的特色，伫个民国一百年开始，家里小小泡茶师的课程，和全校每一位学生拢爱学习茶道，嘛曾经伫个去年第一博览会当中，得到全国小小泡茶师的冠军。是相当的不简单。发展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大概八年的时间，那一步呢，我们一路上走来也是跌跌撞撞，从错误中学习，从当中来摸索，来找资源啊，来让我们的茶道能够持续的来进行下去。那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去年我们的小朋友获得2018世界茶叶博览会的小小泡茶师第一名。能够有这样的成绩，也是学校以及小朋友、指导老师、各界的一个赞助单位努力的成果。曾经得到全国小小泡茶师冠军的学生也表示，家乡的人文特色就是茶。一开始对着老师的脚步学习时，是感觉泡茶真好耍。学习到现在，泡茶已经是成为一种生活习惯，更加是让大家了解德山的一种方式。当上场比赛的时候，我是非常紧张，但是为了化解紧张的感觉，我就把台下的人当成是不存在的，就是专心的泡茶。当时就是我就是把第一道茶汤泡淡的，但是我并没有慌，就是在重新做调整，也泡出了一壶好茶。我学习这个已经学习三年以上，虽然比较晚学习，但是我很努力。曾经有想要放弃过，但是想到老师很努力教导我们，所以我就也不要辜负老师对我们的期望。不过要在全国小小泡茶师比赛当中来得到冠军，不然只是短时间的练习以外，学校也长期开办茶道课程，全校一听都来分班。就有学生讲，都开始学习是真惊吓，惊会把茶具来用破去。我第一次看到茶具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的兴奋又开心，可是又有点害怕，因为我怕我如果一不小心用坏了茶具该怎么办，但是又觉得非常的新奇有趣，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这么正式的茶具，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又很不一样。为着要克服学生对茶具的惊吓，学校阁特别在每一间教室肯上茶室来和学生练习。同时每一个学期拢会举办茶道成果展，从真正甲瑞龙瀑布来举办茶室，将茶道来带入去生活内面来发展，了解学生甲茶道的距离，嘛亲近大自然。那我们全校的学生是24位，每一位都要学习茶艺，希望小朋友能够在大自然里面呢，以最美的心，然后最美的茶席设计以及精湛的茶艺技巧，然后冲泡我们大自然最棒的礼物茶，泡出来的茶汤呢能够分享给来宾。那能够在风景区举办这样的活动，可以让所有的孩子走出户外，更可以贴近民众。那
更把我们所语所学的可以带给所有的民众，大家一起共同来分享。这位小小泡茶师的培养，不只是学习泡茶技术而已，当中的气质和知识的培养是对很多方面来学习去。水茶国小虽然只是小学校，资源也比较少，但是积极来推广茶文化，用生活美好的方式来推广茶道，让小朋友对生活当中来加以了解茶道，展现地方的人文特色。记者林酸采访报道。